到功夫者课程班，今天呢，我们是四段棍术的第二段，延续上一段的往下走。我们也是有慢动作讲解、正面示范和背面示范。好，接下来请看示范。拿起，抬腿，啊，往下扣盖板，二，上右脚，然后转，上步，下，四，下转，然后抬左脚，推着，一，并脚上，二，下，三，跳吧。左手放在腰上，四，一，放手回来，二，转，抬左脚，转，下，擦，提撩棍，一，二，踢，好，迈步，三，手前手弯，后手伸直，四，放在腰间，向前推，好，再放回来腰间。今天我们讲了四段棍术的第二段。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呢，有一些动作是要贴住腰，或者是用腰来转身的这些动作呢，我建议大家在看的时候仔细慢慢的观察，然后跟着慢动作一点一点的学习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下节课再见。